不是看我帅的一面吗？哎，你咋了？看不着道。他其实是在挡着他那个迷离的睡眼。就是没睡醒。对，没事你就说没睡醒，整啥啊？各位先请坐，来。欢迎再次登上我们的搞笑大巴车。今天呢，任务非常特殊，各位看到了吗？对面有六位来自清朝的冷面军团。这是从众多观众中挑选的六位观众代表担当冷面人，冷面军团将全程观战，并在本期任务结束之后为搞笑军团的表现打出印象分，最高分五分，最低分零分，累计分数最高者成为本期搞笑王。对面的六位冷面军团，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任由你怎么搞笑，甚至是上手膈击他们，他们也未必会笑。不信，我不信。你又不信了？那你试试呗。冷面阿姨，你平时做冷面吗？阿姨，你的误会是这真的假的？你跟我讲话，你不交流，阿姨。阿姨不能讲，阿姨一讲话就开始哭。一讲话就笑了。对，一讲话就笑了。吟诗一首。那个阿姨以吟养诗。阿姨，阿姨，你真好。阿姨，我们前面使那么大劲的。阿姨，我爱你，阿姨，你真好，阿姨，阿姨，你真棒。一看到就想乐，就想掐他。阿姨说：“看见你就想掐你。”来，请坐啊。那咱就话不多说了，正式开始任务，进入任务地，好吧？好，来。阿姨，阿姨，你真好。